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靓靓班长的频道。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一下一个 Facebook 的群组，个名很长的，叫做我老婆嫁了给 Mira 导致婚姻破裂关注组。首先听一下个名字，是不是已经觉得哇很搞笑呢？由于是好奇心驱使，那我就参加了这个群组了。看完内容之后，我觉得哇很正，因为很搞笑。你都知道，有时上班真的很闷，或者有时被老板激亲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会做些什么呢？我就会看一下 Facebook， 看完几个 post 我就会开心回来了。为什么我会开心回来呢？就是因为那些贴文是很搞笑，就譬如说自己是家里面的第十七位。为什么第十七位？因为呢就 Mira 有十二个人，跟着 Ella 有四个人，所以自己排第十七咯。咁有啲话自己排第十八位添啊？点解啊？因为有只狗咯。睇完之后我觉得好凄凉，但凄凉得嚟亦都会笑咯。咁有啲即其他嘅贴文亦都系好搞笑，即系话因为 Mira 代言咗好多广告，咁为咗去攞一啲即系有啲特别嘅譬如话杯垫啊嗰类，哇，饮好多杯嘅饮品啊，或者要做好多嘢去排队啊。哇！我真的觉得呢一啲前男友前夫都好凄凉。因为有啲人会话自己系前夫呢，因为有啲人嘅老婆就叫自己做姜太，咁所以嗰啲老公就叫自己做前夫咯。哇！呢个都好好笑，我都觉得。咁但其实我拍呢个片嘅目的呢，主要呢我系想赞下呢一啲前男友同埋前夫嘅。点解呢？因为作为一个女性，你谂下啦，如果在一段关系里面是不开心，即可能自己的男朋友花心啦、滚啦、去烂赌啦、不务正业啦、不爱家，即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觉得你的女朋友或者是老婆会不会还有心机去追星呢？其实真的不会的，没有心机。那就是因为你啦，这个前男友和前夫做得好，你令到他是无后顾之忧，即可能他都是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啊。如果他想要 Mira 的什么什么，你都会为他扑回来，即无论他拿张海报又好，或者是要一些特别的东西都好，你都会为他去做，他对你是有信心，所以他才会要求你帮他做。所以我觉得即所有的前男友前夫，你值得为自己鼓掌的，真的。即如果你是有任何一刻觉得啊，咁當然啦，某程度上你可能覺得委屈嘅，點解突然之間個女朋友或者係老婆咁迷其他嘅男性呢？可能仲要喺你面前讚佢哋添，但唔緊要㗎，即係話俾你聽，好多人都好鍾意一個蘋果，但未必會愛一個蘋果囉。所以你係佢愛嘅人，但即係鍾意係還鍾意啦，即係嗰啲係偶像嚟㗎啫嘛。當然我都見到哇，好搞笑，有啲攬枕添，一攬枕或者係 cushion 係 Anson Low 個頭，哇！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公，即係見到咁嘅情況都即係正常都會嬲嬲地咯。我都相信真係會咁，但係即係我都想大家，我都相信大家都係明白嘅，即係一個關係其實都係要互相你氹下我，我氹下你啦。咁所以咧，所以各位前夫，就算有时你的前妻可能都要求你哇去买一啲嘢去即係去撑佢嘅偶像，如果负担到嘅就做啦，你嘅生活会好过啲嘅。咁喺前两日呢，就喺呢个群组见到一个贴啦，咁佢就话啦，佢觉得呢喺呢个群组写嘢嘅人呢都唔係真係前夫嚟嘅，佢觉得係VTV 嘅员工嚟嘅，都好似唔 care 咁嘅。咁結果我見到有一個人寫住咩少年你太年輕了，跟住佢話：你估真係有咁多前夫咩？我哋全部都係 MuTV 嘅員工，你唔信嘅，我轉頭換個 ID post 翻同一樣嘅説話俾你聽啊！咁大家就跟住好接龍咁咧，就將嗰個 copy and paste 咁樣就抄翻嗰個信息出嚟。咁我睇到個信息嗰時係已經係2000多噶啦，咁我當然繼續跟翻佢哋一齊咁玩啦，太好笑啊！因為咁我真係可以返緊工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俾我老細聽到我呢一段說話。咁我 copy and paste 好快啫。咁轉頭到今日睇嗰個貼呢，已經有4000多即係同一樣嘅貼文啦，跟住有8000多個 like， 即係咁樣接龍，我覺得
都係幾好玩嘅，真係。即係可能你，即係我自己咁諗啦。即係而家係喺而家咁嘅誒，譬如話有疫情之下啦，亦都可能有啲人真係冇公開嘅。咁嗰類咧就即係帶俾大家苦中一點甜咯。咁所以我就仍然會繼續睇啊。咁其實咧，我啱啱咧喺 YouTube 啦，就睇咗 Good Life 裏邊版主嘅嗰條片嘅。咁見到佢哋又有改歌詞去唱歌啦，咁亦都講下點解會開呢個群組，我覺得好正咯，真係。即係帶俾我諗香港人咧，即係嗰個苦中一點甜嘅感覺啦。即係而家係一個即係有新冠肺炎嘅情況，都好多人冇公開。咁喺一個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唔開心嘅。咁但係首先係有呢個群組啦，咁大家就會即係我都成日去嗰度碌下睇有啲咩睇，咁即係真係會帶俾人開心啦。所以版主多謝你，亦都多謝兩位admin啦。咁亦都譬如奧運啊，香港攞咗咁多嘅獎牌，亦都係開心。即係其實我相信我哋咧，係需要少少鼓勵咯。即係有一啲開心嘅事，即係點都會令到自己嘅士氣係會振奮啲嘅。咁所以咧，多謝版主，多謝兩位admin。同埋所有嘅群組裏面嘅其他嘅人咧，帶俾大家咁多歡樂啊！即係睇完嗰個咁多貼咧，我覺得就算本身唔開心咧，我都會覺得開心翻咯。多謝曬。咁當然啦，我開呢個 post 當然就係抽水嘅。咁抽完水之後係要還嘅呢個世界。好，咁但當然啦，我都有要求。咁大家我唔知而家呢度睇唔睇到啦，因為其實我一拍嗰陣時咧，個鏡頭係我係望唔到鏡頭嘅，所以我估應該會見到好清楚嘅。呢一本咧，其實當然啦，而家即係 Mirror 咁紅，一本疆圖嘅封面嘅雜誌，隨街都係，我真係相信係。但呢本雜誌咧係明州，而佢出版嘅時間係2019年嘅4月5號，亦都係。我相信呢本係即係第一本用疆圖嚟做封面嘅雜誌嚟嘅。如果我冇記錯嘅話，因為當時佢出道冇幾耐啦。咁當然你話啲娛樂版啊、C1 有佢嘅消息，但都係比較下擺喺個報紙嘅下邊啦，冇咁同張所以冇咁大啦。咁後屘當佢越嚟越紅嗰時候，當然就好多。但呢本咧，如果我冇估計錯、冇記錯咧，這個係第一本疆圖封面嘅雜誌，就係明州。第2630期《明報周刊》，我轉頭會講俾大家聽我點樣送呢本嘢俾大家。不過其實我只得一本嘅啫。咁裏邊嗰啲相咧，我轉時就先同已經影咗相噶啦。咁我都會將幾張相影俾大家，影咗啦呢度。咁影俾大家睇啦。呢個就羅葉啦。咁其實一間喺條片嘅片尾咧，我就會俾大家睇嗰啲相噶啦。咁另外仲有一本嘅，仲有一本呢、這個咧就係、是、都係2019年嘅4月18號《東方新底》嚟嘅，即係已經係2年零4個月前。即係我想同大家講就係話，你而家中意 Mirror 咁，當然因為佢而家十分之紅嘛。咁你會唔會係2年零4個月之前已經開始鍾意佢呢？咁而我呢兩本雜誌呢，我係想送俾前夫嘅，各位前夫或者係前男朋友。咁等你哋去即係貢獻俾你嘅前妻，咁去等佢話你做到嘢希望佢會讚你啦。但係都可能佢話我都有啦，都唔定㗎。咁但係唔緊要啦，即係我覺得心意啊嘛，心意嚟噶嘛，同埋呢啲好嘢點會嫌多啊？係咪先？所以佢裏面咧係有呢一頁咧就主要係講疆圖啦，跟住呢一頁咧就會有少少講伊人啦，亦都同埋 Anson Low 嘅。
嗱，咁我都講明，我呢個真係唔好意思，真係一個抽水嘅 post 嚟嘅。咁大家係咪想知點樣可以攞到呢兩本雜誌呢？我有一個提議，就係今日係2021年嘅8月13號。咁如果大家係好想攞呢本雜誌，咁首先唔該撳個訂閱，就係呢啲基本要求嚟㗎啦。訂閱要拉啲短片，同埋咧就喺嗰、那個留言板度寫，你任何寫咩得㗎，寫個牌子啊，排隊個牌，或者我想要雜誌，或者係我係前夫，你寫任何嘢，我都當你係一個排隊嘅形式啦。咁如果喺2021年嘅8月31號，我係達到2000個訂閱者，我就會送呢兩本雜誌出嚟啦。咁當然你可能你都買到嘅，其實可能你喺咩 Carousel 咧，我見過係有人賣緊呢本雜誌咯。咁可能兩年領嘅雜誌都可能仲有人 keep 咗好多，都唔定嘅。咁但係就睇下你真係想唔想要呢兩本雜誌啦。咁如果係想嘅，就請撳個訂閱掣、留言同埋俾個 like 我。咁跟住如果係到8月31號啦，我真係夠2000個訂閱者咧，到時我就會。因為我只要過咗1000個訂閱者咧，我就可以開 live 噶啦。咁到時我就可以再同大家一齊商量一下，我點樣去去揀一個前夫又好，前男友又好啦，去送呢本雜誌，等你哋嘅女朋友又好，前妻又好，就等你去耀武揚威啦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晚嘅 post。咁又都係嗰句啦，大家基本動作嚇。就無論你想唔想要呢兩本雜誌都好啦，大家唔該訂閱我頻道，俾個 like 我，同埋留言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